张，今天我们来看这些漂亮的小盲盒，猜猜里面是什么，好看吗？哇，这颜色也太漂亮了吧！先从这个蓝色的开启。哎，当当当当，里面是一个小猪乔治奇奇蛋，我们把它打开。哇，黄颜色的小乔治，看看里面什么好宝贝。哇，里面有一个小帅哥贴纸，有一个胖蛋海味糖。哇，里面还有一个超级可爱的小恐龙贴纸，我们把它带到我们的手上，然后把这个小帅哥贴到我的手上，咦，然后再把这个小糖吃掉，再来拆这个粉颜色的。哇，里面是一个小猪佩奇哦，我们把它打开，噔噔噔噔，里面有一个海绵宝宝贴纸哦，这个好漂亮呀。哇，还有一个小花朵戒指戴上，还有一个这个是蜜恋枇杷味糖，蜜恋枇杷味的。哇，把这个贴到我的脸蛋上，哇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，太可爱了吧。哇，今天收获满满呀，这个小糖果吃掉。哇，剩下这个宝是蓝颜色的啦，打开。哇，是一个猪爸爸奇奇蛋，把猪爸爸吃掉。哎，哇，里面有一个罗汉果味糖，又有一个派大星喽，戒指也是派大星的，是一个小五角星，把它戴上，咦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糖吃掉，再把这个派大星举在手上，哇，今天收获满满，看来三个戒指，三个戒指，喜欢吗？记得点关注哟，下个节目见。